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回到在京都的老屋。老屋今天要带大家开箱一家在京都站附近的饭店。从京都站走过来大约六分钟的路程，这家饭店老屋之前也有来住过，然后这次是第二次住。之前来住的时候是住他普通客房的房间，然后这次来住是住他们今年新开的套房式公寓的房间，非常令人期待。入门前先洗手消毒。Hello， 我来办入住啦，毕竟无口天无毒。那面墙是可以看的书墙，如果看到喜欢的书，可以把书拿去柜台结账。然后这边就是啤酒啊，然后像柠檬烧瓦呀、Highball， 还有就刚刚你讲可乐、合成汁之类的，都是在这边，就随便你们拿，随便喝。好的。嗯，对。然后在这边的一个就是这个洗面台的旁边下面，就是它有放制冰机。那你房间里面有那一个冰桶，对，你就可以拿到这边来装。哇，好方便哦！因为有很多人客人他们很爱喝酒，所以就会就准备一个这个东西给到他们，就会需要一些用口什么的。哦，好。然后这边是这个随吃随喝的区域，那接下来是在关于房间里面的一些东西。哇，好厉害哦！就是明天的 check out 的时间是12点为止，那 check out 以后也跟平时一样，就我们可以暂时帮你保管你的行李，然后到晚上12点。是，嗯，那这边的 bar 也是，就是到晚上11点。好，那还是进房。那上次你有来过吗？有，那如果有还想要再尝试的话，也欢迎。我应该会使用酒楼的。哇哦，好凉的风哦！哇，猜到的这个名字，它其中有一个含义是卡库雷达。就是藏在城市里面的一个房间的感觉，就是平时看不到。哇，好哟。哦，好，还是一会你朋友来我再给他们，可以让他们过来直接找我讲中文。好啊，我今天女生只有一位。那我刚才讲说找一个女生短头发的，请问姓？我姓刘。好，找刘小姐。叫我 Lily。好，了解。那我刚才讲说找一位短头发 Lily。可以。好呀，谢谢哦。晚点见。从电梯出来之后，它走道非常暗，感觉很有走迷宫的感觉。哇，好让人很兴奋哎！好，我们到了997，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房间啦。来逼逼它。哦，好棒哦！很有时尚公寓的感觉，然后这一面有落地窗，从九楼看出去的风景就是不一样。大家有看到吗？这个左边这个是京都塔，这样子晚上就可以看见京都塔发亮了。好，让我慢慢 check 房间里每一样东西吧。先从客厅这个沙发开始。哇，它这个沙发还蛮宽的耶，感觉还可以再睡一个人哦，好好坐哦。然后这是摆在桌上的书，感觉看名字的话都是跟欧洲有关的，这是童话书吧？对，这应该是给小朋友看的。觉得很有点艰深耶，炼金术。哇，这可能看着就会默默的想睡了。然后右手边这个是空气净化机，这种木头质感的，哇，感觉很贵耶。然后往客厅这边看，这个的话，这个是有点像他刚才说电那个房间里面没有电话，
然后如果有问题的话，可以扫这个 QR code， 会出现像 LINE 的东西，然后再跟他们联络就可以了。这边姜姜，这个是哦，活的植物，哇，那这样子每天要照顾它也挺费心力的。然后这边是遥控器区，电视，然后往厨房的地方看，先看这个柜子有什么。哦，它是藏起来的，微波炉跟冰箱。哦，冰箱有放水，放了一二三四五，放五瓶。我们今天入住只有四个人，好，放燃气。这个的话是 IH， 哇，这台 IH 很漂亮耶。然后旁边的话是热水壶，喜欢这种细细长长的热水壶，感觉很泡咖啡很有感觉。然后再来这边的话是洗手台，它有把那个就是洗碗的跟洗碗巾都给你备好。再下来看这边，哦，没东西。然后这一层，好，这个的话是汤匙、叉子跟剪刀，还有削果皮的，然后开罐器，然后这个是抹布吧？咦，等一下，这块是砧板吗？这应该是砧板。下面这个很好，哦，这个是应该是晾干的那个，就是沥干那个布，然后这是盘子跟碗。再来这边，江江，哇，好多东西哦，调味料嘛，然后真的是要让人家煮饭的，对不对？然后锅碗瓢盆，这个，哇，这真的是连餐具都备好了耶，锅子这边都有，放进去，然后下面这个好有保鲜膜哎，然后卫生纸。烤箱，哇，这台烤箱应该也很贵，我记得尤多巴西一台都卖好几万。好，收起来这边，往我们的床走，江江。这个房型的话是三张双人床，然后这边的话有唱片机，等一下可以去八楼那边拿唱片回来这边放。然后这上面有个艺术品，我刚才发现它这边是空的，可以把手伸进去，再把它拿出来。这边的抽屉放的是哦，玻璃杯、马克杯，然后茶包、砂糖、咖啡。下面冰桶，旁边这个的话是衣柜、衣架，然后拖鞋。消臭的，金库，然后这一袋的话有点暗，拿过来这边。哎呦，哦，是充电线。好，这个等一下可以拿用。这个是空的，比较暗一点。这个是江江，哦，自动打开的电灯，免治马桶，哇，简洁，关起来。那这个一定是浴室啦，冲冲，哇，好漂亮哦，走一个时尚感，两个洗手台。看看它都放了些什么，从这个开看。这个的话，它是卸妆的，然后洗脸的。这个是化妆水，最右边这个的话是乳液。然后哦，这个是刮胡刀。这个是发圈，这个是梳子，浴帽。好，然后这边的话有牙刷，然
然后牙杯、镜子，看下面，浴巾、毛巾，这个，哦，这个是很贵的吹风机，晚上来用。哇，今天这个都有，好开心哦！往这边看，这是浴室。哦，他们连就是卫浴用品都用得很好哎。哇，这样摆起来好质感。然后一样也有那个浴室的椅子，可以坐着洗澡。然后再来就是很幸运的啊，我们的房间对面就是它的浪居啦！哇，刚才我们的前台小姐姐说这边的都可以免费拿哦。哦，巧克力，巧克力，零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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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糖果，哇，好美哦！好想每个都拿，等一下每个都拿。然后这个是可以拿来装糖果零食的小杯子，真假。然后刚才前台的小姐姐有给我们那个硬币，可以拿来这边投钱，然后选自己想要喝的红酒，等一下再来拿。这边洗手台，然后杯子，这下面这个就是他讲的那个制冰机吧，对，制冰机。啊，往上看，呜、哦，杯面，这也是可以免费拿的。然后水如果喝完了，也可以从这边拿。然后这边这个冰箱里面的酒精饮料跟没有酒精饮料也都是免费的。来打开冰箱看看里面有什么。然后这个冰箱感觉也很贵的 feel。哇，这边的话是啤酒嘛。然后下面这个的话也是酒精类的饮料，然后哦，喉咙优也有放。下面这边的话，哎，可乐、柳橙汁，这是什么啊？好可爱哦！哎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这是柠檬，柠檬碳酸柠檬吗？不晓得，等一下喝喝看。然后冰的水，然后哇，营养饮料，这个好可爱哟、哦。这也是碳酸饮料，哇，我很能喝的哦。这发这边好像就是跟我讲说，就是要先赶快先拿一罐，那我就先拿这个啦。关起来，那就不好意思了，我先打开喝一下。虽然我的朋友们还没来，但是我自己先干杯啦。嗯。啊，天哪！这样好喝的啤酒放冰箱任人取拿，也太阔气了吧？那我一个晚上得要一直来拿啦。这边的话是从下午的5点开到晚上的12点，然后早上8点开到中午的12点。那这样子晚上到了半夜12点之前都可以一直来拿啤酒喝，哎，然后早上8点开始就继续喝啤酒。天哪，好赞哦！然后我看一下。然后我要拿一点小零嘴来吃一下啊！我喜欢吃坚果啊，没手了。这一些要拿多，免得晚上吃不下。哦，香蕉片。我刚才发现一下贴心的服务，它这边有托盘。这样就不怕手拿东西太多拿不回去了。这个好，这个好。天哪，这个坚果好好吃哦！为什么先把这个东西给吃完了？喝完第一杯，我要来拿第二杯了。这杯再来就是喝这杯鸭子啤酒啦。看是什么味道？干杯！
精酿啤酒的味道。哎，那它有那个威阿鲁贡台那边的它了。嗯，从柜台那边拿到的就是红酒硬币，我进来就可以选自己想要喝的红酒咯。那我这次选第二个好了，看起来可爱。哦，天，好厉害哦！哦，它会自己自动瓶。嗯，好香哦。我觉得我缺主食，我想吃个肉什么的。好喝，直接把它带回房间去。今天的京都塔是绿色的，这是八楼的书籍桌游唱片室，这边唱片都可以把它拿回房间里面。拿回房间里面听，哇！你有找到一个你很想听的吗？在这边有找到迈克杰克森的唱片哎，感觉好有年代感，我决定就带这张回去听了。抽一张，随便抽一张，摸着眼睛抽一张。好吧。干嘛？你觉得他很纠结吗？是我让我觉得印度风。要不我把它丢回去。看一下，就是喜欢的蜂蜜好了。好 ，OK。我粗略的感觉呢？粗略的感觉呢？要不这位黑人歌手 ？OK。感觉他很灵魂歌手。OK。今天我们就带这两个东西回去啦。走。这边的话是桌游的部分。哦，大风。哎，这我不会玩。我也不会玩。这怎么哇？哦哈，好难懂哦，这边都写英文。你不要打开它，它根本就不是给你打开的吧。这个可能比较适合我们智商。这个吗？对啊，这个我们就一定了解了。能扛回去吗？太拖盘了。会在半路跌倒。哎，这里有一袋。哎，真的耶。可是房间不是有拖盘吗？哎，你要这个吗？拿这个回去吧。OK。然后，哎，会不会还缺了点什么东西？还是要跟着他一起？这个是叉叉圈圈呢，好特别。西洋棋耶！天啊，西洋棋！哇，好厉害哦！这个我不会玩。这我也不会，但是那你阿皮觉得很难的，可以看到这个啊，那个吗？那个放的那个，这个是那个猜那个坐标的吗？对啊，这个我也不会玩诶，虽然很难看到。我觉得这个棋太可爱了，我哇，应该是黑白棋吧？黑白棋的感觉，这个有小孩肯定会越来越少。来看看这边有什么书。好像没有想要拿回去的。OK, go! 我们选了叠叠的。可怕！哇！是这样拿吗？哦！
喝这么酒精这么纯度这么低的饮料可以吗？可以多拿几两吗？那个西罗伊萨瓦是什么？你要喝吗？我要喝这个，这个就是要配披萨。好，那就拿刚好吧，别拿太多，喝完再拿。Okay. 反正你就在对面而已。手机出钱管的 APP 订了披萨来吃，因为初次下载 APP 的关系，所以有3000元的优惠，然后用掉了优惠之后，这样一餐大概4000日元，一个人1000日元，折合台币大约一个人900台币左右，灰熊划算。好，大家来干杯吧。干杯啦！来，干杯！啦啦！嗯，好喝对不对？而且都不是平常，不是便宜的，嗯，而且不是平常那种可以看到的阿萨奇或 Kili 那种啤酒，100-200块的。我来先开吃啦！哇，旭旭！开动啦！现在是晚上2:30，各位晚安，拜拜，明天见，大家早安。昨天事先拿好了泡面，现在准备来当早餐来吃。哇，好可爱哟，哦！佳佳，吃掉你。大家现在在忙碌的做早餐。这个黑胡椒口味的泡面很好吃，推荐。我比较喜欢吃重口味的泡面，所以我一般水也会加的比较少一点。今天早餐吃的真是有够丰盛，吃了披萨又吃了泡面。啊，我们要退房啦！再见，我们以往的房间。Go。
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好啦，这就是我们昨天一晚的住宿啦，跟昨天的住宿讲拜拜，下班。